今天试用一下网红健身用品筋膜枪，里面有说明书，然后这个枪，还有充电器和这个枪的头，一共有4个头。 我买的这个筋膜枪是国产的，不是进口的，所以比较便宜。这个是触摸屏的，我先装上这个圆头试一下效果。它1级的效果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视频里看不出来，但是实际上抖动的已经特别厉害了。然后看2级，3级，4级。 5级，6级，前面3级的时候，我觉得肌肉的受力还是 OK 的，不会感觉到有疼痛感，还比较舒服。可是当我开到4级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肌肉已经有一点点刺痛。 当我开到6级的时候，我胳膊就已经麻了。接下来我再换这个头试一下，用这个来打大腿肌肉吧。然后试一下这个头。 这个头长得好奇怪呀，也不知道是按摩什么地方的。装上试一下吧。这怎么用啊？这个产品的卖点是在身体受到损伤之后。 可以用它来进行康复复健。下面我就来实际测试一下，运动完之后用它来放松肌肉，效果如何？哎呀，好累呀！ 做完深蹲，我感觉我的屁股这2侧还有大腿比较酸，下面我用它来放松一下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智商税产品，谁买谁上当。因为运动完后最好的恢复方式是睡觉，多睡会儿觉比什么都强。